监管释放后的更生人士，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从来都不容易。尤其是曾经干犯性罪行的更生人士，往往会偏执于一些歪念，重犯的机会亦都比其他释囚高。专责监管这类更生人士的 TMG 小队会多管齐下，软硬兼施，并同其他专家合力协助他们纠正歪曲的思想，引导他们重返正路，为他们的人生以致整个社会注入正能量。能够帮助他们改正，建立正向的生活，不单只令他个人和家庭受惠，亦可以避免多一个受害人出现，社会更加安全和谐。